交通部航港局活化高美灯塔园区，规划全台首座提供民宿服务的灯塔今天亮相。由于是历史建筑，在配合文资法的规定下，结合旅宿、卖店和观光导览，希望带动海线观光。红白相间的建筑本体看起来很醒目。台中清水的高美灯塔，以往的功能是指引船只的方向，但现在经过改造，成为首座灯塔民宿。交通部长王国材亲自体验，感受转型后的高美灯塔园区。现在是把旅宿，还有包括文创，还有一些这个清史的部分，把它这个引进来哈。那我想说，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这种观光的一个吸引点了哈。走进室内空间，柔和的灯光加上摆饰，让人感觉回到家的温暖。新建于1967年的高美灯塔，原先是因为桃园白沙甲灯塔与澎湖木斗屿灯塔中间没有显著的标示可供定位，而在1982年后，功能竟由台中港灯塔取代，建筑本体保留至今。而负责管理的航港局表示，也将对其他的灯塔盘点，规划活化方向。那后续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活化的标的啊，比如说桃园的白沙甲灯塔啊，基隆的灯塔文物馆，这个都是我们目前已经启动在规划中的。航港局表示，除了灯塔本体，周边原先是员工的备勤室，由于被划作是历史建筑，因此依文资法的规定重新规划，打造了7000不同房型的客房，也成为首座灯塔民宿。如果这里有一个民宿的话，那可以结合就是那个一天的那一种旅游，南部来的或北部来的啊，他们有这个需求，因为本身这里的游客就不少了。航港局表示，高美灯塔活化后，结合海线的观光人文以及文创，也让这个最令人熟知的地标有了不同的风貌。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